我是吃瓜群众啊，我当时就是全程姨母笑的，全程姨母笑的看着亚琼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当时我是后面过去的，因为我中间跟艾登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那亚琼走在前面，然后我后面我跟上的时候发现哇什么情况，怎么所有的媒体记者就是轰在那边，哇这前面什么发生什么了，然后一看到刘雨辰出现了之后，然后看到那个屏幕，然后亚琼突然一下绷住那个，然后那个，然后一看到亚琼流露出那种第一反应，流露出那种非常那种，就是一下子有点绷不住要哭的那种表情。但是我觉得在那种在那个就是眼泪中，又感觉就是抑不住的那种幸福感流露出来，就是藏不住的那种幸福感流露出来，就是哇，我就觉得太替亚琼感到开心了，就发自内心的感觉替亚琼感到开心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找角度，哇，这里哎，这里好看。他说去上面看，去上面看，上面看看肯定。然后就跑到上面去看，然后就在那边吃瓜，带着一副笑的吃瓜。